当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去落地生根、成家立业的时候，我觉得台中是我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希望让我的小孩子以台中为他的故乡。我也希望说，我们有机会去让这个城市哈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今年我们在这里走过百年再出发，是因为我们要纪念吴欣婷建庭100周年，回顾一下过去100年台中的风华。我们希望从这里出发，来迎接台中时代的来临。台中出发了！台中出发了！台中出发了！朋友们出发！让你最爱。我那时候2005年参选嘛，然后2006年初又在台北上班了，住在台中，那时候担任民进党秘书长嘛，哦，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我几乎是每天搭高铁通勤的，哦，我就把那些车票哦都把它保留下来，哦，现在大概那个将近500天吧，应该有超过将近500张的这个车票。5年前，家良、宛如甲两个囡仔做伙搬到台中徛家。台中这个地方我越住越喜欢，台中的这种生活，我感觉是，我喜欢用自在两个字，就很。其实除了安全的问题跟交通的问题之外，台中起来是最后卡皮的。没有痛就不用吃哦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每礼拜家良拢会去大溪爬山，顺便来观音亭倒卡手。山上都是义工，透早4点我就爱来啊，4点我就爱买菜，4点鱼啊啦、炒面啦、米粉汤啦，足侪山友人来搞拢。哦，恁的物件足好食的。足好食，本来你种是拢正10个只，20个，啊，煮到正侪一点半，2000外菜。我感觉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工作啦。对家良来讲，来遮做义工，那亲像是细汉时阵，甲一群婚龄乡亲做伙伫台北生活的日子。因为家良的爸爸是为婚龄卖了去台北开店的西装师傅，所以家良伫台北放假出世，自细汉就伫爸爸的西装店内底佚佗大汉。因为阮老爸开迄个西装店，所以请真侪师傅甲师爷嘛，啊，这拢为婚龄来啊，差不多几钟头吼，迄壮丁啊。拢来西装店的工厂咧工作嘛，吼，啊，就敢那一个婚姻同乡会啊。因爸爸是阮的老同事，啊，伊原来咱伊做师傅出身的。家良细汉时阵的相片，拢是穿着爸爸手工做的西装，到即马伊还阁真珍惜这件细汉时阵的西装。哦，这会当放喺博物馆。做很差不多40年的历史啦。你看，差不多5、6岁啊，是吧？哦，4、5岁啊，做3师嘛。啊，3师有2师兼，啊，1师较大领，较无长。我会记诶，迄阵啊吼，来背靠上背啦。拢一个哦。啊，你拢嘛无甲我穿内裤吼，直接穿迄无聊诶。啊，外口咧算几工咧磨，你讲对？我即马想想诶，好，迄嘛真耐磨诶。啊，耐磨，又耐磨啊！家庭即工厂啦，工厂即家庭啦。诶，阮兜吼，画章诶，大家带差不多20-30个，迄个遐师傅甲师仔咧，日时啊做事是咧布层顶管，暗时啊是困咧布层下骹。大个迄阵足古锥哦。就调皮。诶，调皮也是很调皮哦。聪明才会调皮，对吧？聪明才会调皮。
妈妈是咧做女工，吼，迄个棒球。所以我印象里头有一条歌叫做“讲火车火车到几几桥，六点十分就到棒球。棒球的姑娘是水果笑，转来去卖某就好伊招啊好伊招。”看来你读一份小学，伊若不叫读医生，伊就无爱啊。伊讲读医生，读读一半也无爱读，也无效啊。哎，老爸是讲啊，咱也毋是政治家的吼，啊，无伊爱靠你家己咯吼。咱是做这西装做衫，算讲无啥物，毋是像人政治家的咯吼。我自己回想哈，咱从小是来自于下层社会，其实认同上就是比较容易去跟弱势者站在一起。对弱势的关心，甲对正义的坚持，在迄个国民党威权戒严的时代。嘉良考入台大政治系以后，就投入学生运动和党外运动，后来又去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博士，为台湾打开四个民主政治研究理论的基础。2005年，嘉良决定辞掉新闻局长的职务，参选台中市长，亲身体验台湾选举的民主教育。我想说，只要把政策弄好，选民就会支持，就是那么单纯。后来下来选，才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。拜托，拜托，咱这好朋友，明仔集中选票，全力来支持，全力来开钱。事后想起来，吼，这样有一点出生之犊不怕虎啦，吼，其实广大啦，我就感觉这代志丢都要来做啊。林嘉良来给大家说下，感谢师傅，感谢你的支持。选书的隔天，因为你一路上写票，然后就。马路边会有人冲出来跟你说加油，然后我印象中有一个女孩子好特别，她就跑出来一直哭，说林佳龙你为什么没有选上？胡志强把台中弄得这么烂，你为什么没有选上？她一直哭，那我也跟着哭。那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说啊，怎么原来我们责任这么重？那所以就突然也对佳龙是不是应该再选？下一任我就没有疑虑了。就在选后的第二天，我好像也不用林佳龙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再选第二任。我们在台中的故事是因为败选那天才开始，我们在这里虽然败选，但继续在这里生活，所以那个失败是林佳龙跟台中的一个交集啊，故事的开始。那这个故事会发展到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总是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感受吧。多少钱？较舒适啦。公园哦。啊，你住几年啊？我大概到十八岁啦，到即满七十五岁了无，起码六十年啦。你是阮的祖先，那你家往住几多年啊？啊，你啊，从到底几年？啊，无恁过来台湾住下。
众很骄傲的是，他们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政治人物，他们真的是来自于他真的是很愿意为弱势族群发声。这个是我对那个林佳龙副秘书长对他感动的地方。好，马上好啊。就他会透过很多的活动，让这些弱势族群，他让他站起来以外，他提供机会，让他让社会人士更多人去关怀，去了解他们。我觉得这个管道是很重要的。他一听到我们缺了好多志工，啊，因为我们真的都做到好晚，都做到大概10点、11点。那时候婉如姐就带了一批生力军，就是蓝溪，啊，就是真的很朴实，而且真的在这里做，他就做到晚上10点多，还把他的小孩都带来。我觉得那样的影响力是存在，也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温暖。祝你健。卡梅基台风，台中市的道路变作溪流。这里是台中市的西区，就是麻园头溪流经的地方吧。那我也住在这一里。实际上，这个桥已经不是第一次看翻了。防灾没有一次跑到底，再大一点，这个状况还会发生。狗拢无通嘛，遐狗拢无通，水拢往这边走过来，无我这无人应该我忍尔。因为捌伫中央参与政策的制定。伊正了解，政府有正侪还袂尽到责任的部分。对啊，啊，传江路嘛来啊，啊来规个，遐都堵起啊。规个遐个，遐个水哦，水到。遐透水啦，毋捌去做大水仙啊款嘞。咱平常。我个西目睭发目白，头在看。有需要，咱迄个市政府甲议会部，我来斗一条。江明君，我替迄阵阿扁啊总统规划大台中的发展，我成立创办台湾智库，来规划讲台湾的发展需要有第三个核心，就是台北、高雄，爱够咱台中。五年前，我看到关市的合并是早晚的代志，我提出大台中的三手线，就是把台地的山线、海线，咧淡水甲清水甲连起来。对咱的大台中山海屯叫做联作会，台中就是，其实好像万事俱备，很多成功的条件，但是好像就缺那个临门一脚。那我们需要的是有人登高一呼，然后带动我们的市民一起来。实现一个我们心中的梦，其实也是台中这个城市历史上曾经有但是未曾实现的梦，那就是台中就是台湾的中心。这个中心不是说一定是政治的首都，或变成一种工业城，而是一个我们感觉到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，一个真的善待他的市民，善待妇女，善待小孩子的一个城市，台中有这个条件。我在台中认识的人、交的朋友，比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多，或是比全世界我们住过的全部那些城市加起来的朋友都还多。所以这里真的是家。那既然是家，就希望它变好。台中是咱家，对台中爱坚持。像母亲的面容在心中，心故乡变作了像温暖的我们坚信，我们坚信台中可以更好，台中